是一件衬衫，看起来好像没怎样，但是呢它是有这种麂皮绒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呢它很适合现在当外套的感觉。它的料子非常的笔挺，你有没有看到，只要把它挂好就好，它不是那种雪纺料子，它是有点毛呢毛毯式，一样有螺纹，那它是有点偏紫灰色的，紫紫灰灰的，所以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哦。而且当你不想要当外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扣起来当成是男友风的衬衫哦，它不需要过多的蒸汽熨斗烫，你收到的时候请你把衣架吊起来，这样就好了。它是非常非常好处理的一个布料，它穿下去真的是可以保暖的一个毛呢面料。那我跟刚刚穿洋装的风格完全颠覆，完全不同，我现在反而是穿一个很休闲很率性的皮裤老爷裤来穿搭这一件当成是外套。我觉得啊，如果啊你不喜欢穿厚重的外套，你又想要披一件能够保暖的东西，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件。两色都很好看，它是比较特殊的，有点灰紫色，灰紫灰紫的感觉。然后我身上这个是，如果你想要比较容易穿搭，或是上班想穿，我觉得你可以选这个颜色。